可以再和我说说你耳鸣时的感受吗？嗯。上车后我有种奇怪的感觉，但愿是心理医生的多虑吧。矿石和浓雾之间会有联系吗？你怎么看？我们获得的这些信息是否都稍显刻意了？你们觉不觉得这次的怪人好像比以往都要多？唉，本来只想陪姐姐来旅行，怎么又是这种发展啊？大家尽量避免和刘伟接触，以免节外生枝。没想到这次巴德尔的人也在，事情或许会变得复杂。